大师兄，啊，师兄，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，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。<笑>沙师弟，不是我不去西天，想老孙要自己去取经。自己去？对，如今我有了通关门牒，为何去不得？你取经干什么？ 俺老孙去取真经，送往东土大唐，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，万世名扬，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。<笑>师兄，没有这唐僧前去，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。谁敢这么说？师兄，你忘了吧？观音菩萨说过，取经人乃金蝉长老，如来门生，没听说过孙悟空的。你也有唐僧，我也有唐僧，你瞧。<笑>小的们，快把师傅请出来！悟净，阿弥陀佛，师傅。啊！ 大师兄，怎么又出来沙和尚？好，有人敢冒充我！哎呀！好大胆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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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也这么说，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。他赶你走是不对的，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。哎，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，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，老念的紧箍咒啊。哎，菩萨，都是你的错，给我带个紧箍咒，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。哎呀，哎哎，菩萨，哎菩萨。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，啊，求求您了，摘了去吧，啊！你要解下这孤儿，啊，求求，还不到时候。啊！哎，菩萨，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，就把它摘了去吧。悟空，别急，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。哦，启禀菩萨，沙悟净来了。哦，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。哎，起来吧。谢菩萨。沙师弟，妖怪！你这妖怪，你打伤我师父，你还要跑？我打死你！你给我站住！你这妖怪，妖怪！沙悟净，沙师弟，别打！不要动手，有话慢慢说。菩萨，你不知道。这妖猴打伤了师父，抢走了行李，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，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。菩萨，他诬赖好人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你还敢狡辩吗？哎，菩萨，这话从何说起呀？菩萨，你要不信，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，还有八戒、沙和尚。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，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啊。这是何方妖孽，真气死我了。悟空，啊，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，便知分晓。好好，走走。去，你放开我。哎，切，哼，走啊。我说沙师弟，你的云慢，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？哼，你想先走啊？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。你怎么不相信老孙？慢走。
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。啊，你是哪儿来的妖孽，敢冒充啊老孙？你是哪儿的妖精？你是哪儿的妖精？敢到俺花果山来撒野？你这个猴精，哪来的妖怪？我不是妖怪，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。啊，上面那两个，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？快说！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，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。哎呀，现在呢？啊！快说！都一样，不认得了。啊、一样。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？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，我才是真的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我知道你冤枉啊！你既然说不清楚，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？你敢到菩萨那儿变个真假吗？怎么不敢？见菩萨啊，菩萨，他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的。你菩萨，我是真的，他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，我才是真的，假的，我是真的，他是假的。我谁是悟空啊？菩萨，我是真的。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，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，怎么不认得俺了？哦，对，菩萨。在这西天路上，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，今天你见到这妖怪，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菩萨，你还记得吗？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，在这儿，你摸摸，摸摸，果真在。哎，菩萨，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，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，疼得俺老孙要死，你还记得吗？菩萨，这紧箍咒送给我的，你疼什么呀？菩萨，我看他是假疼，我才是真疼。我是真疼，你是假疼。我是真疼，你假疼。你假疼，我真的，你假的，你假的。好了，别吵，别吵。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。你当初大闹天宫时，诸位神将都认识你，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。好，走，你敢去吗？谁敢去？放你走，走，走天去，上天去，走，走。玉帝老二。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，你该认得俺。
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。玉帝老二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，让我去看守蟠桃园，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？玉帝他是妖怪，变成俺的模样，他是假的，是他变成我的模样，他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。玉帝老二，你假的，你假的，你假的，假的，假妖精！陛下，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，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。好，李天王，臣在，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。领旨。猴哥，你回来了！悟空，你来干什么？师傅，害怕没爸爸打死？师傅，猴哥他不是你。师傅，那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干的。不是你干的是谁？是妖精干的。是他干的，师傅，是他干的。哎呦，出来两个猴哥，是他干的，他是妖精，他是妖精，他是妖精。你们，你干的，哪个是真悟空啊？师傅，我是真悟空，我没打你，是他打你。他是假的，我是真的，他是冒充的。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？师傅，我是，他是假的，你这个妖精。我是真的，你才是假的，你是真妖精，我是真悟空，你是假的，你是假的，我是真的，你是冒充我，你冒充我，我去认识你是假的，我是真的，你是假的，快来相认呐！好好瞧瞧。别着急啊，八戒，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，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。对，师傅，这个是真的。你是真悟空。八戒，过来过来。你怎么忘了？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，我变成高小姐，你还背我的啊？记得吗？师傅，这是真的。你是真的。我是真的。八戒，他是假的。八戒，师傅。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？全是真的。我是真的，师傅，他是假的，他冒充我，你冒充我，我是真的。全部是真的。他是假的。师傅，全都是妖怪啊。妖怪。哎呦八戒。我是真的。你是真的。瞧瞧，我是真的。你是真的。我是真的。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，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。师傅快念咒啊。我念咒，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。师傅来，对，快点念。师傅快点念。别念，别念的。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，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。对，我们到别处问问啊。阿弥陀佛。